来看到阁有问题，即富乐快台汽车即马当在回收，啊，高雄一捆头尾100万支，即马已经回收50万支。不过国民党高雄市员提出公文来指控，讲两间申请进口即种快台汽车的厂商啊，即讲问题，啊，即中央计要一个月较回函，讲稳准来撤销进口的即相关的证明。即个讲这是空窗期，吼，就讲即歹的快台汽车怎啊进入台湾？无听过，即阵外包装的快台剂，只要是问题，即批货拢会当换。当初起付采购100万剂问题快台试剂，花店全市库存甲回收量已经50万剂，其他搁咧回收。所以国民党高雄市机关另外正指控，违法爆炸伫咧5月13号收到要求汇集着富乐快台剂输入许可文件，说疑似公文送交的时间收过慢，中央到6月10号才回函，稳准爱撤销输入。但这段空棒嘛，到底有问题的快台？在老李的起兵，卫福部并没有立即做出紧急处置哦，还任由大兴资讯以同样的产品在国内疯狂的投标跟得标，导致大量的富乐快筛问题试剂流入市面，爆发那么快哦。有时候真的也没有办法，那个意料中啊。进一步的就是做回收的动作之类的，应该还是可以体谅。另外，政客公文来作证，认为卫福部责任真大。立法院国民党团嘛批评着徐耀树故意放水，和特定的厂商真简单摕着 EUA， 要求部长陈时中要下台。EUA 跟大兴，他们当时在申请 EUA 的时候，是不是全部都造假？那么？卫福部是不是在碰到EO跟大兴他们的案子的时候，他们就闭着眼睛，就直接让他过了？国民党团要求追究官员到疏忽，嘛爱监察伊介入，但立法院民进党团只是爱国民党，唔通模糊焦点。跟去年的这个用大陆制的口罩哈来混冒哈，这个台湾制的口罩，这类似的情形，好，所以厂商恶劣的好这个违法行为。那么，请不要用这个政治操作。民进党团认为，厂商甲卫福部申请着 EUA 的时阵，是提供着符合规定的文件，还佮有资料，中央才会通过。但事后说是进口着中国制无好的物件，是厂商个人违法的行为。但是嘛，提醒着食药署要想出有效的办法来事先预防。记者王刘婷、陈显坤、高雄台北报道。